传说伟大的神农氏除了清尝百草之外，还有另一项了不起的贡献，那就是教导百姓种植稻米。香喷喷的米饭充满了神农氏守护百姓的心意，你也来一口吧。稻米的产业跟客家来讲的话是非常紧密相关的，好，就像客家里面有一句谚语啦，哈，就会讲诶，田要日日多，不过豆豆收，意思就是说田要每天到田里，意思就是我们要勤劳的意思。想要更了解历史悠久的稻米文化，到咱高雄来走走，就准没错哦。在美浓这个地方哈，就是它的平原哈。占了它整个面积的六七成，全盛时期它的耕种面积甚至有六千甲哦。那这样一个地方哈，就是拿来种稻是最适合。再加上后来哈，就是日本殖民的时候，他们就是做了狮子头大圳哈，使得美浓的整个灌溉系统啊，就是非常的发达哦，就是一货的变两货，两货的变三货。他在美浓是有名的烟叶王国。稻子虽然品质好，刷拢是点点啊的种，客家无人知。一直到最近这几年，大家的想法慢慢在改变，美浓才渐渐褪下烟叶王国的光环，成为新一代的高雄米仓。美浓的土地这么大哦，你不种烟草，那你要种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在美浓的土地上哦，进行了各式各样的一种农业试验，大家会越来越在乎稻米的品质，大家会越来越在乎稻米的，比方说背后的某一种环保生态或者是其他社会文化的意义的时候，稻米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我觉得从美浓重新出发。既然要种，就要种到最好。美浓人发挥哈嘎宁的应景精神，推动两指米的种植，虽然辛苦，但是这份努力也让美浓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两指米产区，实在是很不简单哦。两指米的话，严谨的定义是要从它的土地开始到品种，到时候生产出来的品质，它是这个三个都要符合才能叫做国产的两指米。稻米品种八八款，有人爱吃香米的 QB， 有人爱吃蓬莱米的 Q 豆。不过听说最近高雄有一个新品种，不但有香米的香，还有蓬莱米的 Q， 价贵人眼珠都会金起来。这个让人惊艳的明日之星，就是美味的高雄一四七。高雄一四七，其实他的妈妈的话就是高雄一四五，他的爸爸的话就是台农七十一号。米的部分，它有兼具产量跟香味。晶莹剔透的高雄一四七，就像是闪耀着光芒的钻石一样，美到让人忘了呼吸。不过这颗钻石可是既好看又好吃哦。要煮出一锅香喷喷的白米饭，米和水的比例就是关键。高雄一四七若要好吃，水就要稍微多加一点。只要掌握米和水之间1:1.1的黄金比例，煮出来的饭绝对是又香又 Q， 保证人人都可以变食神哦。因为它这个品种就是一四五跟那个香米配种的，就是有一四五的那个比较香 Q， 比较 Q 了啊，加一个香米的话，有一个就是一头香，淡淡的一头香啊。我们说它这个是属于比较淡淡的幽香，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能够在这个原本的传统的市场没有香味跟完全有香味的一个米里面去走出一条中间的路子。连最懂的贾碧爷米龙囊都亲自来挂保证，独家限量的高雄147绝对是内行人才知道的顶级美味哦。高雄好米赞。古早时代，那是有适合种植的所在，大家就会称赞是米仓。说到咱高雄，实在是真有福气，因为咱不但有米仓，个几盖有能诶哦。没错，除了美浓之外，高雄还有一个有名的稻米产区，那就是大寮。大寮米的品质会较好，即水质的关系。啊，天气吼，气候的关系也有吼，啊，而且啊，大寮这块土地是正适合种迄个种米的，吼，啊，所以每一遍吼，按参加四大经典好米吼，拢有当得到正好的成绩。咱高雄的双米仓，除了要守护高品质的好名声，随着时代慢慢改变，也渐渐有了创新的思维。高雄不但有历史悠久的米食文化，就连有机米的观念也是比别人卡扎哦。大家都以为不喷农药、不撒化肥的有机农法是年轻人才知道的新观念，其实早在20多年前，用有机农法种出来的稻米就已经在高雄这块土地上欣欣向荣地生长着。这个总是在田里忙进忙出、满头大汗的阿伯，就是带领高雄发展有机米的先驱陈嘉诚。我开始就是拄着拄啊民国84年的时阵，拄啊政府在推动这有机的试种，啊拄啊有拄啊做好，拄啊是的时阵拄啊过去做惯一下吼，拄啊厝药啊厝甲都严重个对啊，对身体无好啊，吼是咪？啊我转开始拄啊做试种，我转开始落去做啊。年轻时的嘎先贝啊，自己喷药喷到昏倒，才惊觉农药对人体的伤害。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嘎先贝啊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体悟。从此以后，他毅然决然放弃农药，放弃化肥，让一切回归土地最原始的状态。迄阵的困难，当然一定困难，因为山农少啊，同时又去改。在有机的时阵，搭一挂一挂条啊，一挂条是免哪生存，无法度嘛，对不对？但是迄阵啊，佫好个代工，我拄啊有咧做一挂做这个水稻用苗嘛，哦，对这个经济方面佫较无啥物影响，所以讲搭我同继续佫做这推动这有机了。按搭愈做愈好，对身体人，即嘛身体就是讲食啥物拢无要紧，海产啥个拢袂过敏。虽然说种有机的表面上听起来不用喷药又不用撒化肥，好像省了很多工，但实际跟着嘎先贝亚走一趟，才发现被哥哥几哭惨实在是很不简单。我做用这个用肥料类，我就拢无有足房子啊，拢无真正纯自耕农法，拢种家己的手经营的，哦，包括讲。要做育苗啦，哦，过来个，你着做布田啦，哦，还是这种挂稻啊，到夯秸啊，到生产到下米，拢总爱家己。这个过程咱家己在做，是不是？咱都安心吗？为了要隔绝所有的污染，嘎先贝啊坚持一切的工序都要亲手完成。于是，在培育秧苗的季节。都得全家总动员才应付得了，从育种、放秧、卷秧到插秧，这些让人光听就觉得头昏脑胀的工作。米种一旦撒下去，就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秧苗不等人，卡丘那些几班，整季的收成可能就会报销。所以，就算天公伯啊不给面子，工作还是要照进度来走。
哦，啊，这当然就是安尼，愈做就是愈有信心嘛。物件无迄落讲，做啥物代志拢是其他人呐，对不对？啊，但是就是愈做愈有迄落安尼，啊，对这个观念就是讲，从食着好诶，感觉对咱良，对起咱诶良心嘛，就是安尼。所以讲好，继续一直行，就是安尼来啊。不喷除草剂的土地成为竹鸡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但可把嘎先贝啊给累惨了，拔了又长，长了又拔，虽然腰酸背痛，但可以换来令人安心的健康土壤，再累也是值得。你若吃到我的米，你就是有口福，但是无口福的人吃不到。这十几人来，我甲讲安全拢都用自然农法，包括酒店甲讲一句，你这是高难度的。嘎先贝啊，用心坚持，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好米，品质实在是没话讲。每次那些出去比赛，绝对都不会空手回来哟。这届是我一条全国比赛有机米的。过来我就不参加，我就负责阮某参加迄个四大经典的用阮某的羽球比赛，然后班长伊做班长嘛，班长了后就从那个辅导伊再班员啊，阮一个人拢做一班，一直搞鼓励辅导去，伊若爱有用心，逐项都做会好啊。得到全国十大经典好米的肯定，让他更有信心要来推广有机米。自己种米也爱吃米的嘎先贝啊，开发出各式各样的米制品，不但美味，也包含了嘎先贝啊一家人希望大家多吃米的心意哦。咦，怎么会有一群囡仔郎在田里踩来踩去嘞？难道他们年纪小小就知道爱美，专程跑来做泥浆 SPA 吗？原来这就是最近盖流行的农事体验营，让生活在都市的小朋友可以亲自到我们高雄来亲近土地，也更了解传统的米食文化。那我们是认为说，其实关于粮食这一块，还有农业这一块，应该要从小开始扎根。然后对于整个稻米产业来讲，其实我们的美农也占了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所以我们才会希望说让我们的小朋友来体验就是农夫的辛苦。哇，看他们玩泥巴玩得这么开心，等一下一定会多吃好几碗饭哦。超好玩，还蛮好玩的，不过有点累，站久了脚会酸。我觉得很好玩，而且我全身都是泥。好没有，你们两个哦，太辛苦了啊！谢谢。脚踏实地的朴实，弯腰谦卑的姿态，是千百年来农人对于土地永远的崇敬。而这份温暖的心意，正是让高雄好米滋味加分的秘诀。一颗颗白米饭看似平淡无奇，却能在细细咀嚼之后散发出无可取代的丰足美味。这份横跨古今的灵魂共鸣，像是一首悠远绵长的乐章，在时间的洪流中静静回荡。